它就一直这样不断的旋转，不断的旋转 ，forever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普利亚模组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又来啦。我们现在呢，又准备在探索新的恐龙了。然后呢，上一集，好，我们看到这一只，我还是觉得这一只真的还蛮炫炮的，我真的觉得。我真的觉得这一只真的做得蛮炫炮的，希望呢我们普利亚模组能够有更多类似像这种的生物啊，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。好，希望呢这个作者尽快做点更新啊。我今天没有去看有没有更新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多什么新东西，应该是没有啦，因为如果有多新东西，我在开方舟的话应该都会有跳出更新讯息哦。看来今天应该是没有更新，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少数的恐龙啊，少数的新恐龙，老头呢之前就有遇到了，只是呢我没有把它立即捕捉啊，原因非常的简单啊，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呢老头要拍给你们看，所以说就没有暂时就没有捕捉下来了这样子，好吧，那我们来找找看哦，就是有一只我还蛮喜欢的，可是那一只我现在目前没有看见，不知道它跑去哪里了，然后这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就是这个半兽人吧，拿那个大棒棒的兽人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吵，我真的很想要把，我真的很想要把那些身在我旁边造成大量噪音的生物给弄死，他妈吵死人了，哎呦呀，就在旁边，我想要抓那只兽人呢，我要抓那只兽人，等一下。那个讨人厌的声音在哪里啊？吵死人了！算了，不管了。刚刚那边有一只兽人，我还蛮想抓的。那个是兽人吗？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兽人。有没有远远的？有没有？哎，我的望远镜呢？我的望远镜在哪里？哎，我是不是忘记装望远镜的模组了？它又消失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望远镜拿到了、哦。看一下，应该不是这一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只没什么。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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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破图破图破图，哈哈，再破几点呢、啊？哇靠，这个破图有点恐怖，不要在那边弹来弹去的好不好？遮挡我的视线。前面这只啊，抓看看啦，什么兽人哥？怎么都感觉好像不能抓的样子？来，帮你射下。那还不死，我的还不死，我的还不死。哇，这只应该是靠近驯服的哦，它没有显示。任何驯服的方针，这只应该是不能抓的哦。哈哈哈，抱歉啊、哦，让你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。算了，把它弄死好了。嫩，嫩，好，算了，我们继续。那只没办法抓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想抓它，就是啦，反正就是没办法抓就算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走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碰的。好，美杜莎，我们之前一直说我们要抓一只蛇女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次有没有抓过啊？完了，我忘记了，我们有没有成功抓过蛇女啊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真的忘记了蛇女，我记得我们错过很多次蛇女都没抓到嘛。他移动方式也真好笑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靠，这个蛇女不能抓 ！What the happening？ 哇，这是谁啊？哥布林战士，哥布林剑盾战士。来，我看一下是不是野生的。不要挡啊，白痴哦！哎，不能抓哎、欸！他是要靠近驯服的那一种吧？好吧，那。去死吧！不能抓就算了。哇，这什么？虽然没有找到我要的，但是
这边怎么会有一只超大只的蜜蜂王？拔吉洛，它越飞越高了。哇，我感觉我抓不到它了，怎么办？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它降落，它降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操！有入手，咬屁哦你们！哎呀，死吧！这边给我唧唧歪歪试试看。哦，哇，这个也不能抓，有完没完？哎、欸，那只，我靠，吓我一跳！哇！哇！鲨鱼大群，快跑啊 ！Oh my god！ 去死啦！还来啊？还来啊？波比，顶攻击力啊，受不了了！怎么攻击这么弱啊？干什么东西？好了，不要再闹了，他们，你们不要再闹了。好，结束。还是不能喂食哎、欸，它上面写野生，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急晕的，这个要靠近喂食。真的假的？好吧 ，no 输。有机会呢，我们再用靠近喂食的方式。好，拜。好啦，各位，我找到啦，终于。各位看见下面这个了没有？被血条挡住了，给你们仔细看一下。啊，这上次老头找到的。啊，鲨鱼人，有没有看见？超屌鲨鱼人，有没有 ？Oh my god！ 啊，这边呢是一个鲨鱼部落来着的，全部都是鲨鱼人。啊，据说呢还有一只更高级的鲨鱼人，鲨鱼队长还是什么的。啊，这边就没遇到了，希望下次可以遇得到什么所谓的鲨鱼队长。哦，它好像也是野生出没的，但是呢，出现几率没有很高就是了。哦，这种鲨鱼人呢，貌似好像在水里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速，而且如果我们可以骑着它，所以说代表说我们在水里移动也是非常的优秀的、啊。好、哦，我们这鲨鱼人终于被我们遇到了，然后我们来捕捉一只来玩一下哈、哦。我们不要在水里抓啊，水里的感觉不太好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。哦，这个也是一般的，我们找一下落单的啊、哦。落单的哪边叫有？算了，我们就直接岸上的这一只捕捉好了、啊。岸上这一只，你们看到那只远远的有没有？远远的就让你去，吸不吸？好爽啊！偷偷来，偷偷来！鲨鱼人都不知道他的伙伴正面临着被捕捉的危机，然后呢，我还是不能抓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难道又是靠近捕捉？明明都是写野生，但却不能碰。你看，你看，完了，我可能要尝试着靠近捕捉。我只能这么做了。希望我不要被杀掉。而且我还真的不知道吃什么。大多数吃大腿肉居多吧。什么 ？Oh my gosh！ 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 ！God God God！ 我会生气哦，你们那边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哎、欸，他不会攻击我，还是果然是喂食。听说吃个饲料就可以捕捉它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在旋转嘞、欸，还是吃熟肉？我、这边刚好有一个饲料。他吃饲料，这叫不吃饲料。哎、欸，阿里到底吃什么？熟肉。这家伙吃熟肉啊 ！Yeah！ 然后慢慢旋转，我们用这种神奇的卡位战术欺骗了他啊、让他找不到我。可恶，老头明明就在附近，为什么我看不见他？因为我在水里面。啊啊啊啊啊！
没有，不要理我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快溺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这样不断的旋转，不断的旋转 ，forever， 快点下一口，宝宝乖，宝宝乖，便当列车要出动了，来，嘴巴张开，便当过山洞，啊，哦，好乖，好乖。好乖，好乖，哇，这个超帅的，哇，在空中按右键，聚合斩，星爆气流斩，十八刀 storm dolim， 好，日文乱念一通，什么聚合斩，有没有？那我现在服中了，拜托让我点一下，快点，有了，呜呼，哇，你看帅。来干嘛啦？哦，这是西剑，西剑是重劈，横劈是左键，哎，其实都一样哎，没有，只有西剑是一直是重劈，然后呢 ，control 没功能，啊，可以跳，聚合斩，哎，那攻击其实算不错呢。好邪恶的笑声哦！哦，但缺点就是移动速度略慢。聚合斩，啊，那聚合斩有 CD 时间，哦，那右键放出来之后需要等一段时间呢，才能做攻击。西剑，你怎么可以杀嘟嘟鸟？嘟嘟鸟被撸死了，帅气帅气！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遇到加强版的鲨鱼人。哦，这个算是一般的，因为我看那个网络上更新的数据啊，它有强化版的鲨鱼人，好像威力更加惊人的样子吧？哎，西剑的攻击比你左剑的攻击还要快。哦，没有，我错了，左剑的攻击算是二连击的那种概念。你们玩过 RO 的盗贼，打一下就恰恰，你看哦。哦，好啦，没有，我错，乱讲的，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，哇，他伤害我。那个不要打鸟鸟，哎，没有，他跑走了。哎，他跑步好可爱哦。哼，我突然拉屎，噗！好，我要点一下我们的耐力值。好讨人厌的笑声。呜呜呜呜呜！哦哦哦哦哦！好了，回家。你那边给我唧唧歪歪试试看，你打下去。啊，这边被打过你，滚！哇，终于抓到这一只了！这只我其实蛮喜欢的，真的挺喜欢的，就是的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找下一只哦。下一只我记得好像在沼泽啊，我们过去沼泽一下。等等，在去沼泽之前呢，我想要再试一次捕捉这一只巨黄蜂啊，巨蜜蜂还是巨皇后蜂啊，管它什么蜂，我想要再尝试一次，因为我们现在身上有熟肉，然后呢？只要把它勾住飞起来，这家伙呢？哦，应该是吃蜂蜜来着的。啊，我们好像没有蜂蜜，所谓蜂蜜这种东西，哎，我先跟着它飞。我没有蜂蜜，但是我有饲料，吃不吃饲料啊？这家伙居然吃饲料来着的，可是我饲料没了，还是果实喂一喂？这家伙会不会吃果实？我们给你。最简单的紫色果实，好吧？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心脏？我已经忘记这是谁的心脏了。还是说你吃心脏啊？你吃不吃？嗯，他怎么没有显示喂食？哦哟，等待饿的时候喂食。他搞不好正吃果实哦。我们稍等一下，这个啊，不过这期间可能会非常的晃，就是了。哎、欸，果然是果实，大成功。哦，我会飞啦！我们有摩斯拉了，啊、哦，他会铲这个蚕丝，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他说蚕丝是说飞蛾身上的物资，飞蛾身上的材料，哇，自动生产蜂蜜生超快哎、欸，蛾类，所以我是蛾，我不是蜜蜂，啊，我点错了，洗吧。哎、欸，让我们可以无限吃蜂蜜，好爽、啊！那蜂蜜产好快啊！
我们点到食物去了，我们应该点负重的靠杯。等一下啊、喔，我们只能等它慢慢的升等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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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，勉勉强强可以动了。莫苏拉呀，莫苏拉，我们去打那只前面的猴子，赚一下经验值啊！右键，哎呦，这个右键，哦，那个声音。啊啊！我插不到，好升级了。哦，终于，莫斯拉呀，戳我插不到啊！这个是装逼用的，我要怎么插到它？重点，完全没看到它扣血。好吧，那C键是什么？C键没功能，还是说它是一个远程？哦，看到毒针了，有没有看到毒针？超级远，这个要怎么瞄准重点？凭感觉吗？我觉得这个毒针要去瞄准到敌人，真的是有点困难。凭自己的感觉去射，好，算了，好了，带回家了。哦，蜂蜜的来源，太棒了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它落地耶，欸，有点吵。哦，好，安静了，安静了，吵死了。再见。好啦，我们到了沼泽哈。沼泽呢，有多了一只新的，哦，看起来还蛮恶心的一个，类似像是昆虫类的生物吧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遇得到。哇塞，这个毒液是谁喷的？喷到天空中，会不会就是我说的那一只？然后在这边。啊，找到了！哎，不对，这只是我们当初……哇塞，太混乱了，这个有点麻烦。哎，这只是我们当初上一集要抓没有抓到的，他现在跑到这边来了。他现在开始大肆虐杀，啊，完蛋了！他会赢吗？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一只到底谁会赢啊？你看打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死了。终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捕捉它，我们看只能等下次了。我难过，哈哈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看到它屁眼了，不是啊，看到它屁股了，要看到屁股了。这边，我们先把这只弄死。我感觉好像有点弄不太死，因为呢，它，哦，啊，算了，它在那边跟它打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攻击太弱了。喂喂喂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听话很难吗？你为什么要一直往下呢？请你不要做任何的攻击，听话。哎，就是这样子，非常好。他还在吗？好，渔翁得利，水呈现在非常的哇，他的抗麻醉这么快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再射一箭。完了完了，他醒来，他醒来了，他吃什么？看，不管，先喂再说。有没有？有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攻击！到底有没有攻击啊？哎，哇，他把它塞到水里面了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哈，这到底干嘛？哇！还可以把右键把它抓起来，欸，抓！你们这些小小昆虫，小昆虫吵死人了！最烦的就是这些小昆虫撸不到你，知道吗？妈的，小昆虫们打三小，哦，受不了，欸！哇，这只。我觉得我们先把它带回家好了，这边实在太危险了，沼泽生物太多。哇，把它抓起来，欸，居然，欸，没有，它是跳起来攻击它。Oh my god， 谁攻击我？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伙伴，好，吓死人了。旗舰是什么？波浪舞。对啊，那 dancer 在跳舞有没有？哇，
没有体力了。等一下，这家伙是吃肉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给他吃一点。应该不是这个，应该是真正的生肉。有没有克啊？有。他体力都不会回的哎、欸，回一下吧，拜托。等一下，你不回体力，你要我怎么带着你飞啊？哎、欸，这家伙不回体力的啦。这叫不回体力的，我要怎么玩它、啊？这是游戏 bug 吗？我开始回了，哇，真的是难产哎、欸！吃肉吃到一定程度才会回体力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看一下，波浪波浪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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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屁屁打屁屁，右键，好，看要不要把它叼起来了？有没有？超帅！然后左键可以甩他，啊，甩个28滴，哦耶，哦耶，哈哈哈哈，哦耶，剑心象表示 no。哎，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抓？那什么东西？怎么会突然有岩石？不管了，来，啊，这只，哎，没有按错，我按错，应该右键，我们要抓这一只。哇，这只太大只抓不起来，三角龙来了，他们生气了。海带呀、啊，海带，不能抓，不能抓。而且它这个是终极缓速效果，嗯，动作变超慢的。我们去看有什么可以抓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鲨鱼啊，真的是中型生物没有办法捕捉，就没有办法把它抓起来。但是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只，哎、欸，只能抓一只啊，不是另外一边也能抓这样子啊，有点可惜。海带，海带，哇，哈哈，飞高高 ，Oh my god！ 好，算了算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了。Yeah, I'll see you 啊，来传送一下啊，设定被动，我们回家喽，别推别推，啾，欢迎回来。啊，这只感觉有点像寄生兽，你们有没有看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寄生兽啊？挺像的，挺像的。那、啊、我就想办法把它物归原主。OK， 好了，寄生兽再见。你看又拉屎了，超级会拉。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聊到这里哦，就是大概抓了两三只，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只鲨鱼人，因为鲨鱼人看起来蛮帅的，武器也不错。啊，希望呢下一集呢我们可以遇到他的头目。哦，鲨鱼人头目据说挺大只的，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！各位敬请期待吧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学坏，下方留言，以及就是呢登录我的 NoNo Life， 记住了追随我的 NoNo Life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人就要再见面了，拜拜。